你知影这是啥无？豌豆，其实有无同款的，就是讲有一款较扁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就是爱哪个两边拢爱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款较扁的吃起来迄个芳脆，啊，甲伊这无啥同款，伊这口感可能比较脆一点点，吼、哦。但是都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是含有我们人体很需要的这个营养素啦，还有蛋白质啊，可以帮忙消除疲劳，还可以利尿消肿。这个很好，它的纤维也是很丰富的啊、我们一定要有纤维东西帮助我们肠胃蠕动嘛，啊，那让我们家咖容易消化一点，比较好一点，帮助消化，全家大小都适合。但是呢，今天有人要用这个料理，要来隔别的料理，到底是要哪来隔法呢？我们来欢迎超会保养的，洗五副洗五照顾的翁丽友。上这个全台湾啊，最原始的美食节目，我要来见始祖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穿呢？哎呦，一直讲真搞咱捧场，咱这节目最这个差不多平时开台没多久，我们也开始有这个原地跟大家来互动，对吧？嘛是爱拎来家跟大家分享你们一些工作啦，生活上的点点滴滴。可是因为看到这个节目，就是讲哎呦，翁丽友唔拿歌敖唱，今嘛造型个这样样。飞行，够一点吼，这个人吼有够清清气想的，辛苦洗一句的。一集吼，一集播出啦，过来了，真正美凤姐感谢你，因为播出了吼，行到倒位台吼，翁丽友啊，你敢真正洗辛苦爱洗一两点钟，所以我今嘛拢开始练练啦，我今嘛甲各位报告，十五分。我耶嘛，你哪会差这多？你遐洗两点钟，我是足好洗，每一个镜头用撸到偌清气的，卡镜头啊撸到出清，啊，今麦拢无撸啊。其实我讲真的吼，我一天当中吼，上盖幸福、上盖快乐的时间，都是好好啊洗身躯。在浴室。嘿啊，因为这我的个性搁顶真啦，我这迄落枕头啊啦，迄芳脚芳啦吼，啊是脚底，我若无洗，啊这身躯就唔免洗啊，就感觉无洗啊。所以我的脚骨吼，这脚趾我取甲足水的。就只有查甫人的脚骨穿我较水。下次欢迎蔡表姐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这个非常好的习惯。当然了啦，今麦因为这个最近啊，比如说你常常要有一些活动啊什么哈，这样也无用时阵，当然我们就是怎么吃，这么就重要的对吧哈？所以今天要跟咱分享这个料理，也是你很喜欢的，好，营养又好。这因为咱像咱的工作有当时无眠无日啦，啊半暝啊回去。有当时搁食些就困去啊，啊无就啉茶，啊隔天刚起来拢水肿，啊所以今仔日这豌豆这油都加变白，我就讲消水肿利尿，这真好，很好啊。这个菜的名你来叫做什么名？叫做豌豆炒花枝虾仁。豌豆炒花枝虾仁的食材有：花枝一尾、豌豆一把、虾仁120克、红萝卜适量、羊菇4朵。大蒜3颗。翁丽友其实吼下厨的时间不多啦，因为拢妈妈照顾好嘛，然后靠做事就是助理啊、宣传，甲咱斗照顾嘛。对。啊那喊的啦，啊你想到会安尼鸡肝骨安尼切一个啊，搁安尼炒一个呢？伊都这人啊，拄着巴肚枵吼，啊拄着你就遐。你啊，你巴肚着先家己用票。没啊，拄着了。人拢爱，咱若有潜能嘛，啊你若潜能，啊你若腹肚枵时阵，你就必须爱去甲变嘛，变大人。你即卖是台北家己？无我台北家迄个爸爸妈妈、小弟啊，拢接开大。啊，那需要你用？啊？啊，就唔免你用啊，你人家腹肚枵。靠山会倒啊，靠海水会干。有当时你敢知？迄大家住伫迄内底，有当时冤家啊，冤家啊，伊若无啥欢喜，像阮母啊，若甲念两句啊。啊，咱咪坐咧等啊！对啊，想讲麻将若拍了伤过分个，无眠无日，咱会讲啊，唔通安尼，吼，迄对身体唔好，啊，着煮着着，敢若可能会较唔正乖，啊，咱着爱去看医啊，免来枵死。哇！出门你妈妈来去菜市来讲，哦，恁老在讲哦。啊对吼，哎，这段加掉，这段哎，这说心情好啦，这段加掉。哦，我跟你讲啦。这哎，今麦改，今麦改真好啊，今麦改啊。哦。
人家妈妈讲，妈妈很十八，我爱煮啊。我问题我来讲，其实你拢才大汉啦，那伊就要安排小看家己的这个时间。好朋友打打麻将其实是 OK， 但是不要长时间啦，今天玩到伊伤忝。我是惊阿咪咪回来有啊，身体会怕怕的吼。啊，你那做一个。三波是啊，拍一下嘛，就做二年诶，处理处理啊。啊，你拍了进去了，阮就。我搁讲咧，伊即马袂使去菜市啊，你还搁。啊，即马较无啊，即马改较侪。好啊，这点缀起来。小 OK， 好 OK， 好红萝卜 OK 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要稍微。对，这个要切。嘿，爱切一个哈。那其实啦，这个。咱老公这煮物件吼，比如讲它颜色，给那些颜色吸出的就水啊，哦，豌豆啊，加这个红萝卜啊，虾呀啦啥，哎，这感觉就非常好。咱那食诶吸水无同款的，其实对身体嘛袂歹，就不要都单一颜色，吼，有一点搭配。因为咱这观众朋友，伊感受袂到咱这的滋味吼，干来当对画面看出这个色泽嘛。色泽。啊，所以我想嘿，加南瓜呢，熬红的，熬青的，熬白。对啊，大波上爱这款的。较丰富啦。嘿，另外想讲画面会说话，呈现出来色彩。对啊。吼，好。哎呦，大蒜你，哎，你真正。厉害嘞！好，来，先看胖啊，看胖，咱系油看系偌济吼。好的，那个米粿系来看胖，好，大蒜来去，好，安尼油够无？有吼，慢慢食先油咧。啊，这真是。哦，这鼎好啦，这鼎袂使 TUN。袂，啊，够一点。哎，这一般来讲用茶，真少用 tea 啊。阮家都用茶的。因为另外像你这店就还不错，就是有特别的涂料，所以吼，伊唔惊这个加灰的灰的。哦，啊，这导热马上加紧的哦。很快哈，我还故意关小一点的火，我怕伊那边变 OK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红萝卜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红萝卜加这，因为今那里这豌豆较粗，较大咩无？但也较慢熟啦。但这个差不多的时候，再下去。拢爱，嘿，拢爱落来。啊，即马即个先落，还是别即个先落，还是即个先落？迄个这青菜先落去。就今年呢？安尼哦，啊无好啦，即个先落落。这边落。油够无？油。污染坏。好。然后豌豆可以下去。可以。是不是？你怕它太那个，那我这个还是要。那最好再来。淋迄个咸酱。好啊好啊，啊，搁这里。咸嘛拢好多。拢好多吼，啊，这是啥姜哟？姜。爱煮啊啦吼。好。好啦，保重。其实姜啦，米酒就是咱有南海产嘛，嘿。让它味道不要那么。姜其实是真好，我还蛮喜欢的啦，我很喜欢姜。嘿，对。啊，搁刷水啦。嘿，加一寡水，加迄部搁较嫩一丝啊。嗯。谢谢红姐。听歌时间到啦！啊，对啦，杨静。杨静啊，今天回来了吗？啊，今晚回哪？里面改修改啦，这菜会更有爱心，更甜。好，来，你要上来一个这个，你搞哇？安尼好啦。来，拄只我一开始就讲，美凤，我们美凤姐是全台湾这个美食节目的始祖。你看咱一路行来，这观众。用恁的古情吼，咪咪安尼来支持美凤姐，对吧？我嘛是，我嘛是你的观众之一呢。哎呦，谢谢。所以我想讲，人甲咱捧场安尼，咱唱一条歌送给观众朋友。水，古情咪咪。哎，好听。一个人做
刚好，来，好，这个豌豆酱也熟了，回来，这个是豌豆本身它就有甜味了，啊，这么这是盐，盐啦，盐，好，盐，啊，这个虾啦，上面是有这个盐嘛，对不？嗯，所以唔免过两三面面熟，啊，其实糖沙就还好。好啊哈，应该是 OK 啊。这安尼色滴，袂歹看。水啊。好，安尼关火哦。好啊，好。好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，水啊，准备上菜啦。情若入味，愈沉愈甜蜜。上惊无真心，真紧着过期。爱在心内面，若无讲出嘴，一旦缘成真，遗憾早就变流水。我头想彼当时。后悔无留你在身边，有时梦回醒来，搁想起，莫名流落真心泪。爱难回，往事随你去飞，找彼段你完成的山明海誓。就阮这一生爱过一回，颜色好美哦、喔！来，哎，我不客气啦，是吃下这个豌豆这个。这一道菜其实吃到这一道菜也是妈妈常常的家常菜。啊，其实最近吼，过来要较烧热啊，食这清爽啊，很好吃，感觉 OK。你是啉咩汤咧？感觉啊，那无这菜安尼拄好啊，唔只有迄甘蔗味，好吃。有点要多吃这个菇类的，好啊。这个对女生，这个吼，话讲回来，这豌豆今嘛咧下了伊毛够熟，啊，佫脆脆的，嗯，好好吃。讲到这些，足够唱歌的。逐摆拿去新加坡，我们的我们的，这只是国歌了，全民运动哎，你看。然后呢，都我讲迄个古筝里面，你有迄个低音的贝斯，好厚哦。迄个感情就是哇，足安尼，这查甫安尼吼，足重感情的吼，深沉的那种。你又可以高亢，你又可以很低沉，哎，不容易的。谢谢。真心累。真心如意，嗨！我拢讲吼，这个歌加这个戏吼，搭配其实真的很加分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对哦。哎，你们唱的歌其实都很适合在八点档哎。当主题曲，或是片尾都很赞哎，是。因为那个歌的旋律啦，包括迄个词啊，甲唱的迄个 feel 啊，啊，听了变得惯性，所以讲听了用定来看这个戏，定来听了这个歌，所以蛮蒙听的时阵，那个真的是哦，哇塞！迄个时阵，毛差不多三岁囡啊，蛮会唱，啊，我好奇嘛，迄个比例还蛮多的，我就去问讲，啊，你哪样唱啊？原来是伊的爸爸妈妈拢在吃头路，对啊，因就好啦。阿公阿嬤在抓，阿公阿嬤都在看民視的八點檔。没错，那孩子吼唔捌字，都会晓唱歌。是。逐天听对阿嬤呢，看，所以讲，每次啊，在民視来讲，这个戏剧都是收视第一，很受到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老板是在选歌，他也很用心，很用心，他都要听听，然后就感受那个歌词的那种意境，然后跟那个什么哦，常常啊，点来因为这个剧情，
安尼一个剧情，无讲真侪对白话，唔过迄音乐一落去，规个气氛其实有些话就不用说太多。哇，迄差足侪，真的感觉就很棒。每一次出唱片、出专辑，拢爱偌久的时间，找歌啦，对唔好，找歌较重要啊。其实像我即卖咧录啊，对无吼？即卖搁咧宣传唱片，其实。我后一代歌已经搁咧吹啊！哇，你都爱温温啊吹，看看吹哈。因为写歌老师因这个写歌过程，敢那在生音呐，对不？迄讲不简单，嘿，记不得。啊，好歌真的也是记不得，难求啊。对，啊，可是在这一年一年中哈，一年当中，我们可能就是四处的去表演啦。太好了。你干嘛得记得鬼嘛？这样记。真紧哈，因为专辑在筹备的时候啊，在找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安排自己一些工作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请假等来挂号啊，进录音室，然后再上宣传。其实当歌手有很多的时间自己可以去做安排。像我们，像美凤姐，我们也常常在新加坡，同台嘛。对。那我就觉得说。其实平常在台湾，大家各忙各的，哎，想不到到了那边新加坡或马来西亚，哎，一去就是三天两夜，偌好嘞！因为吼，台湾即马较无即个秀场，较无秀场，哎，较无即个表演的所在，对不起，光演唱会、小巨蛋，像你那哦，有跟蔡小虎都有那种四小哥，对，好，但是在东南亚他们还有这样的市场，因为东南亚新加坡、印尼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大陆。菲律宾哦，都有，都可以看得到民视八点档。对 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好像影友会一样。对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个影片呢，就会听到歌，所以才有机会一起。然后 Kia 呢，就是跟大家互动，那一个哦，本人阿诺阿爷喜欢了，他们就很有感觉，对，很有感觉。啊，你个亲切啦，大家看到你，拢嘛美红啊，哦，美红啊，阿美来就叫你美红姐啊，哎呀，刚才拢就是个呀，刚才你带领到，很美。阿可是因为这戏剧的关系，让我们搭起没有距离的桥梁，对不对？那个距离是零距离的，因为现在一些太快了。科技的进步，很多的资讯好快哦，嘿！但对咱是好啦，对咱是好，因为咱一个好的歌曲，也是一个戏剧，咱当然希望讲有更加侪人有甲咱欣赏，哦，啊，较辛苦有什么价值，啊，越多人看越好啊。那我们在比如说每一次的参与的时候。唱片是，其实就是你个人跟几个工作人员，我们是一顶囊，每天要相处，要相处半年、一年以上，甚至有时候更多。那个一档下来，其实彼此的感情也都从不熟慢慢到变熟悉，那个也是很难得的缘分，很难得缘分。之后的耍了在收歌之后，那个你准备下一首歌，你就开始各边去去给爸爸照，对不对？很好啊。所以你出国你会找妈妈不？那是较迄落像新加坡啦，马来西亚去因的即个赌场吼，较舒适的所在，我都会带去。啊，若去较一寡较辛苦的，爱爬山过岭啦，那个较无适合。嘿，我都拢家己。哎，真好，事实嘛是真捌代志啦。啊，事实啦，想讲啊，我认真趁钱啊，啊过去吼，甲咱饲大汉的，甲咱前段即个爸母啊，你有闲带伊出国行行的，即嘛即讲也是即个孝心啦。咱一拜一拜。迄个我甲彩华姐感动，啊，结果我先坐飞机先飞过迄个新加坡啊咧等，吼，啊暗时啊，阮就先食饭，阮就甲高凌风大哥、叶克典大哥，吼，阮就大家食，啊彩华姐坐后一班啦，后一班来伊要来遮的时阵是靠我的手机啊，我手机啊拢互阮妈妈咧去啊嘛，我若只要出国拢妈咧去，结果迄摆就安那，卡去，那会听到马丘利亚的声，啊妈妈怎啊样叫大家。去沙卡拢嘘安尼啦，我接一下电话安尼，啊，叫伊是彩花姐，啊，彩花姐动作我，你哦，啊你敢到新加坡？我唔是啦，我是伊妈妈啦，啊吼，你有已经先飞过啊，啊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过遐唔好讲我咧拍麻雀啦，唔好讲啊，好，结果彩花姐起来听，好，你哦你安尼手机啊，你出国拢无咧载，我卡你母阿接的啦，爱咧拍麻雀，我听痛，结果迄个高丽波大哥。
人伊妈妈就千交代万交代，讲叫你袂使讲，你去讲。好，讲起来哦，这个理由呢，就是他其实很居家的一个男生，工作唱歌真的是也兴趣，爱唱了前头。当然，即摆过来分享伊个讲这豌豆的好处啊，伊嘛家己亲身体验过啊，就家己煮料理啊啥的吼。好，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料理还不错，你呐，假如无做些料理，也可以买来做看卖。你将来咱祝福伊哦，瘦身成功，然后呢，这个专辑大卖，好，恭喜啊！真心累哈，谢谢，恭喜。